南岛漏电保护插头触电保护演示。现在演示南岛漏电保护插头触电保护，用于来代替模拟触电。在插头通电用电器灯泡亮起时，将裸露的电源线、火线和地线分别慢慢放入水中。当两线都接触到水面时，原本安静的鱼群触电跳起，漏电保护插头立即断电，用电器灯泡熄灭，保护触电的鱼群。再来一次，按下复位键，重新上电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用电器发生漏电时，南岛漏电保护插头能够立即断电，起到保护作用。本视频存在极大的危险性，禁止模仿和盗用。若经发现，本公司有权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